这上面啊，哇，玻璃！再往这边走，哦哟，所以下楼梯，哇，要跳过去啊、哦？哦，用他的这个雨伞功，这边好像没什么，我看看。好，这边也进不去，确定进不去了。顺楼梯啊、哦。哦，上来上来，哦，这里啊，洗澡了，气法来了，找完了找完了，气法院用在这里哦，然后呢，哇，这上面啊，水球哦，哇，玻璃，天使玻璃来了，咚咚咚咚咚咚咚 ，Lucky Ball， 撞坏玻璃。好帅的 Lucky Ball， 这个狂，这个好狂哦，各位，咱们下去。哎、欸，那个好可爱哦，哦 ，C 雷某，真可爱，我也觉得超可爱，比妹子还可爱。我先看一下，他这边好像可以上来哦，真的呢，一切就是死板哦，这边是不行的。好，走吧，这边都要靠用飞的过来，然后看可以开的门、哦，稍微开一下看看，不要遗漏了。吉他来了，啊，不是，这不是吉他、哦。把手，把手，有错觉。哎，它一层接一层呢。我看一下，如果你，哎呦，这边要扭开了，咱们看看扭开会如何。洗衣机在上面呢，这边上不去了。那这边下去会怎么样吗？也不会怎么样。好，那我们应该是要上去，再回去。OK， 好，来。这边有这个，我知道了。呵，有东西啊，厕所的钥匙，差点上不去。可以啦，有那个可以跳的，没问题。这样就出去了。突然好饿、哦，赶快去买东西。这里不能开，那我们再……哎、欸，我们刚是从这边过来的，那这里还有个门哦。突然慢了下来了，哪里过来？还在哭。想追的快点来，快点！其实我们这个游戏是为了救妹子，对不对？不逃不畏的是为了救妹子。啊、那个刚刚洗衣机还没用到哦，不知道，我们先去试看看吧。刚好没有看到可以用的，然后这里有个东西，持有的物品，厕所的钥匙，把手。哦，这个是一个把手，打开了，枪，洗衣机掉下去。那表示我还要再回去一次，是呗？这里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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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看到了，我看到了。Yeah, I'm coming. 哦，这里要让我们爬的啦，然后再把它推下来吗？是要推哪一边？推左边就好笑了呢。啊，原来是上面还有一个，上面真的还有一个。哇塞，这逻辑真的是超奇怪的啦。有了，不能动了。这是骰子啦。谢谢了牛仔成为赞助者，谢谢。我们把这个再推过来看看。这样两颗叠在一起。OK， 然后我们就可以上去这边了，对不对？你看我把这个气阀打开啊，上面那个铁架就开了。对不对？所以我是不是利用这两颗，我就可以？哇，我居然推得动两颗！妹子屌了，妹子。所以就是这样，对不对？哇，谢谢刚刚那个跟我们说要叠起来，谢谢，谢谢牛仔，谢谢。各位 ，We did it， 就说嘛，我们成功了。哦，然后呢，进来这里。是为了有门还是怎样？闪一下看看有没有什么其他的东西啊？好，这边没有了。有啊，本来就有啊，本来就有了。好，啊、这个嘞，这个大概会怎样？锁开了。哦，这是一开始的地方，一开始的地方。那我们现在再过来一下，这里还能开吗？这里不能了。
好像有听到钢琴声，我们来看看。哎呦，这整个教室都破烂不堪啊。哇，空中的，这也太狂了。他还好有这个伞呢，没这个伞就不行了。OK， 哇，这整个教室断层也太严重了。我看看这边有没有什么东西。好，没东西的。好，各位，骰子又来了。所以我现在把这个门推开呢，应该就可以把骰子弄下去。但我们先检一下这个是什么。美术图，各位，学校这里呢，真的是蛮多东西的哈。比起其他地方，学校真的很多东西。这也开不起来，拉一下。刚的妹子不知道，这里我们刚进来过，我们再往这边推吧。这里不能推了，所以这里一定有奥妙。来，走，先看看。那不是这里，我们往这边推。刚刚下面那边哦，各位其实已经，我已经不知道在哪里了。好，难道是要推过来这里啊？各位，我知道了。我知道了，我们要回到那个第一个房间。我们回到第一个房间，就是下来的这里，然后进去把那个那几颗推出来，是不是这样？哎，锁起来了、哦啊。再开个水。如果真的再开个水，这个也太无厘头了、哦。啊，他要让那颗球滚进去那个洞，然后把那个墙给撞破，是不是这样子？撞破那个玻璃啦。哇，我们刚刚完全没有想到这个概念。来了，史莱姆玻璃。所以我们刚刚那个骰子卡在那个缝，就是为了让这一颗顺利的可以滚过去。哇，这个逻辑真的是太……哦，不是，是为了撞开他们。屌！好了，我们可以走。哇，真的会傻眼呢。然后呢，我们就过来了，耶、yeah! ！各位，卡这么久。So this guy， 对，这个本来就说是无厘头，但是你觉得解开，你就觉得哇，好开心，好开心。来，这边要有那个要压开了，哼，地狱之光啊，好亮哦。What？ 这是谁的拉链？等一下打开，整个胸都露出来了。来看一下美术图，给我们拉拉链哦。嗯，怎么很像吹奥多瓦的声？嗯。各位，我要从拉链走出来了，真的是太屌了！无尽的走廊啊，甜蜜的家也是这样，无尽的走廊啊！啊，这也不能飞了。这个走的是人生啊，各位，人生好长好长，那看起来就是人的胸口对着门墙的感觉。哎呦，好像有声音，妹子在哭了。哇，好可爱哦，姜饼人，呱呱呱。这个叫 deep dream， 深度的睡眠哦。deep dream， 干嘛干嘛？大魔王来了，各位被俄阿米索啊，来了来了，美工刀女孩来了，哎呦哎呦，哎呦来了、哦，恐怖的来了、哦，是不是？呱呱呱呱呱。其实我们只是做了个梦。好了，醒来了，各位先看一下日记哦。每次回来有进展，我们都是先看一下日记，因为呢，这是最能让我们放松。哎，床单是不是换过？哦呦，这个是那个我忘记哪里了，上一次的。好，然后这边都完成了，对不对？拉链打开，然后那个我们说很像玻璃啊，史莱姆的那个，拜拜拜。然后学生这边好像还有没解开的，我们好像有拿到，哎呦，妹子的。哎呦，这次长得这么滑稽啊！好，还没结束哦，各位，我们再解一下下。这个第一个、第二个应该都结束了，第三个，哎呦，哎、欸，门开了，原本锁着的门，一定要去看看的哦。原来锁着的门是学校，啊？又回来了，作业什么都不见了呢，啊，躲在那边哭。我看外面有没有不一样啊？怎么那个本来锁着的门变这样子啊？啊？还是我转错了？错的，还是要叫我们回来睡觉？哎呦哦，出来不一样了，各位！哇，这里真的很返校哦，哦，里面还长……哎呦，哎呦，教官来了！咚咚咚。
咚吱咚吱咚，好暗啊！开灯啊！哦，这里真正恐怖的来了，我看看，这刚刚是我们进来的出来的门，来，灯开起来，咱们跑起来了。哎呦，哎哎，我原来是可以上下走的，哦，那我每个门都要看一下，我们等一下要重跑一次哦。好，再确认一下哦，这个是我们一开始的门，接下来是第二个门，来 ，go， 锁着了 ，is lock， 第三个门依旧锁着，第四个门锁着，第五个门开了，第五个门开了，哎呦，蟑螂小强。哎，我是要捡东西，也不是要睡觉。看一下，又是美术概念图。这一个美术概念图一定有那个，我知道有星座有在等啊。这个美术概念图一定是小强。好走。哎呦，哎，电梯耶，那个是电梯，我们打开了。哦，毛毛的，先解这边的。哎。第八个门，哎，这是男的，这是女的，这里有东西，美术概念图，这里还有吗？我们看一下，确认一下，不要再重跑了。好 ，nothing， 哎，可以跳，好，没关系的，走。那看我们要去电梯了，各位，电梯了，电梯真的会让我们觉得是那个甜蜜的家 ，sweet home， 开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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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开了。好了，又上来了。叮！哎呦，我想说，怎么头发飘起来了？我们还是一样先往，我看哪边比较少的，我们就先往哪边的少的走。哦哦哦，你感觉？哦，给我惊起来！我先看一下哪边，我这样很让我不知道走哪一边呢，你知道吗？啊，这边出口了，那我们先往左边走。哦，刚刚那个打那一下，真的害我丢起来。香菇吃了会中毒吧？跟我们从这里开始搜，电梯的左边开始走。吓我真的吓到。哎，有了，电梯的左边第四个门开了，又是一个仓库吧？闪尿！哎呦，这个会让我以为是 Heater Man 欸，真的假的？要爬那个窗口，我再霸气一下。呵，没东西，怎样？这个可以打开哦。伊特曼也都开这个，对不对？哇，狂欸，有东西，生锈的钥匙，感觉这个要破关还很久。哦，哪里？哪里狗嘞？哇，九尾狐来了！跑起来！哦，箱子来，箱子来！跳起来，跳起来，跳起来！哦，还有这样子的 哦要前后走啦，前后走。Garbage， Let's go， 九尾狐来了，九尾狐来了，我要看一下九尾狐的一面。真的是九尾狐哎，然后只有一个了。阿细，哦，还好没事。虎哥来了，哦，跳起来了，闪用起来，要看好落点哦。哦，摔死了！啊，真的摔死了！小心不要被戳到了。噔噔，新名词。噔噔。加油加油，你可以的，你可以的。OK， 安全着陆。卡拉加，被卡卡拉加。OK， 这个雨伞真的是太强了，去哪里买的？我也想买一只。来，妹子。OK， 我们过来了。怎么感觉都一样啊？是要跳几次？台风天怎样？好了，好像有点不太一样了。然后呢？哦，很远呢。好远哦！这个也太暗了，这个太暗了。我们要跳入一个哦，另外一个门了。该不会是其他的第六道门吧？
可我要选哪一个？选这个好了，这个是亮的。成就解除，回来了。哇，被九尾狐追，完了完了完了。好了，难怪我看人家说有十二道门，所以这是后来的第七道开始了，是不是？哎呦，很难得早上了呢，对不对？打开窗户看一下，哇哦！我觉得他。所以这个游戏的意思就应该真的是差不多这样，就是所谓梦日记嘛，就是他在这里面就是一些醒睡的交错，然后让他就是把这些东西给记录了下来，然后这之间好像也没有什么特别的相关性哦，就没有说一个故事性，只是一直这样做梦做梦啊，梦到不一样的地方这样子，然后最后这样子醒来了，梦醒了，梦醒了。这个实际的游戏好像是2004年的游戏了哦。OK， 各位观众，我们结束啦。没想到可以破关，我也不晓得。但是我觉得 OK 啦 ，OK 啦，这个结局 OK 啦。OK， 各位观众，感谢大家收看。如果喜欢我的影片，也喜欢我的频道的话呢，记得帮我按个赞，按个订阅，按下小铃铛，选择所有通知，就可以接受所有的开通带来。我们下次再见喽，大家拜拜。